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秋风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《深海迷航》。它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，早期的中文翻译可能那时候还没有中文的时候会被翻成《美丽水世界》吧，如果我没记错是这个。这个在这款游戏在实际上已经出现很久了，在今年初终于出了正式版，在此之前都叫抢先体验版。那现在终于有正式版，秋风就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。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？它就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。玩法跟那个我之前玩过的诸多生存游戏都一样，反正总之我们就进去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游戏的一开始呢，我们就乘坐这一艘飞空艇迫降在这个未知的星球，有没有？我们的飞空艇破掉了吗？然后强迫下降进入到未知星球领域，就要在这边展开我们全新的冒险。按下任意键继续。完美世界，未知世界娱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来了来了 ！Mayday！我逃到紧急救难小艇。紧急逃生舱发射！哦呦！我们脱离母舰了，有没有？母舰爆炸了！哦呦！再摇，再摇，再晃，再晃！哦，哎呦，这是灭火器吗？紧急迫降，紧急迫降中！哎，我被铁盖打到头了，昏睡了过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没事，旁边着火了。哎，解开安全带。哦呦，安全带差点就坏掉了。我先做什么？先救火才对吧 ？F8 bug 反应啊，先没空了。那个拿灭火器灭火，走开。哦呦，我烧起来了。哇，没事了吧？噔噔，拿出我的平板，启用紧急模式。紧急模式加载中，请稍后。哦，这里的 WiFi 没有这么好哦。我有轻微脑震荡 ，PDA 改变了。祝我好运。哦，这是我的物品，有灭火器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日志，检测到轻微脑震荡。我在这场空难中幸存了。PDA 改变命令，唯一的指令，确保用户在外星生存。祝我好运。哦，好，关闭 PDA， 太厉害了！用相对应12345来切换。哎呦，这里还可以怎么样？哎，还可以爬上楼梯。那爬上去看看。哎咻，打开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真的有外星生物哎！哇哦！我诞生在这里。哎，不是诞生在，我迫降在这里。我紧急的抛出救难小艇。极光号严重偏离航线，原因未知。他好像每一次讲话都会记录在日志里面，对不对？未侦测到人类生命现象，所以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。哇，那我回逃难舱里面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修好啊？那个面板才能运作。先看一下这个工作台什么都不能做，这个要用什么东西才可以使用焊接器？所以我当前目标就是确保我的生存，然后做出一个焊接器。焊接器需要钛、洞穴硫磺和细胶。哎呦，要这三个。那这个嘞，逃生舱储存柜有照明弹，有过滤水，有水可以喝。那有干粮，我先吃一个干粮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吃一个干粮，吃，满了，120了，哇，这个干粮好威哦。那旁边还有什么？还有没有急救包？这个是急救包吗？损毁，无线电损毁。这里，医药柜打开，拿取急救包。我现在没有，不是满血嘛，对不对？用一下，状态101。现在
治疗好了，轻微脑震荡，这个可以下去水里面。哎呦，咚，下面下水，哇哦，这就是水底下哎、欸，这些生物，这可以拿吗？哎咻哎咻，可以拿吗？我没有游这么快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酸性蘑菇，酸性蘑菇不知道好不好吃哎、欸，拿一点好不好？这个鱼类，哎，没有，我抓不到鱼类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啊？哎咻，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，这一只，哎咻，哎，抓不起来，我现在都在追着鱼跑，哎，哦呦，我的氧气还蛮多的嘛，我可以潜蛮久的嘛，哎呦，抓到一只鱼了。咖啡鱼发现新的生命形态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要溺死了！有新的鱼类，哎，所以这种小鱼都可以直接抓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抓来吃，抓来吃，那我要多抓几只，好不好？多抓几只鱼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这只鱼也可以抓，抓不到它游太快了，哎咻，都没抓到，哎，哇，这只鱼好大啊！这里有一个东西，碎东西，回收金属，碎金属回收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都抓，老是抓不到鱼，有没有？老是抓不到鱼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很像什么回力镖？哎，真的，飞镖鱼，很像回力镖的鱼。那这只鱼能不能拿？大眼鱼，大眼仔，哎，大眼仔，哎，等，我要溺死了！哦呦，我发现我的眼眶慢慢变黑耶，差一点就要溺死的感觉，眼眶慢慢泛黑。哇，不时要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这个，我真的很想抓到这一只鱼。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哎，游不快耶，游追不上耶，我只能靠他们来撞我的时候，哎，抓到了，我抓到大眼仔了。那个麦克华斯基，你就是麦克华斯基。等一下，我的氧气实在太少了吧？怎么呼两口就没有了？我里面拿到什么东西了？回收金属含钛量87%，这么刚好、哦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了，下去，咻，回到舱内。我这次拿了很多资源回来。工作台生存过滤大眼仔，烤熟的大眼仔应该就可以吃了吧？哎呦，烤熟大眼仔，还有烤熟飞镖鱼，翅膀附近的肉很好吃。哦，哎，这种什么花香口味，不过不是很浓。先做一点基础材料好了，那个含钛87%嘛，叮。钛金属87%，再做一个叮，钛金属很多趴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做出装备标准氧气瓶一个，这样应该可以呼比较久的气，对不对？哦呦，大型氧气瓶，我已经学会大型氧气瓶了。等一下我先跳出来看一下，我已经装备这个，氧气剩余量加30%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手蹼。还可以装两个电子装备，是不是？哇，这里有东西耶，污染的水已消毒。看一下哦，大旗氧气瓶要两个玻璃，标准氧气罐一个，还要银矿石。这里还可以做温度计耶，这就是智能晶片，还蛮多东西的嘛。纤维布，我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。哎咻，装备，哎，这个是刚刚学会的嘛，灭火器、导管、动。浮动空气棒，嗯，还有什么东西？防水储存箱，4×4的储存空间，可漂浮在水中，而且不会进水。哇哦，这个导管感觉好像蛮有用的。现在不急着做，现在也不饿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在水中探索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哎咻，我抓到什么？泡泡鱼。那这个能不能抓？哎，这个不能抓，可恶！我以为什么鱼看到都可以抓，结果好像不是这样。这个未知生物的蛋，
啊！我获得未知生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水下推进去碎片？嗯，没有哎、欸，不能拿。哎、欸，还可以敲碎，敲碎石灰岩。哎呦哎呦，敲碎拿到什么东西？哎咻哎咻，我拿到什么？太一个未知生物的蛋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，是不是？再找看看附近，附近有没有特别的资源？我抓着飞镖鱼哦，飞镖鱼再一只。他说翅膀附近很好吃嘛。哎咻哎咻哎，不行，我要往上了，快要溺死了。哦，只剩12了，这个氧气要蛮注意的。看来做一个大型氧气罐是很必要的。这是咖啡鱼嘛？这些鱼我都有拿到。哎咻哎，这里又有石灰岩可以敲了，铜矿石。我敲我敲我敲，有钛有铜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海底里面其实那个钛还蛮多的哎，钛算是很不稀有的资源呢。哎，这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以为这边是另外一个洞窟嘞，结果不是，只是变成晚上而已了。哦，这里的晚上珊瑚都会变色哎，有没有？闪亮亮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水下的世界，哎，我发现这里的所有生物几乎都会发光哎，有没有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？连我手上的这个也会发光。哎哎哎，这里大眼鱼、大眼仔、麦克华斯基，不要跑！哇，这个，哎咻，哎呦，这里有两颗月亮哎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一直被拉下去是不是？啊？这里一个月亮，这里一个，这个月亮好大颗哦！哇，先回到我的救生艇好了。哎咻哎咻，游回去游回去，哇，五号救生艇。哎呦，跟我很合，看来应该会活得不错。先上来好了，然后这个工作台生存，哎呦，这个可以用水，哎，泡泡鱼可以做出水，哎，哎呦，那应该要多抓一点泡泡鱼，对不对？感觉泡泡鱼比较有用，哎，我把这个水喝掉，哇，泡泡鱼，那要多抓一点泡泡鱼回来哦。我要看一下那个我的基础材料，这个有钛锭，细胶是要海草种子，玻璃是要石英，漂白剂，珊瑚管样本和岩块。珊瑚管样本是什么东西啊？电子元件，有电池哦，酸性珊瑚可以做电池出来。那做出电池要干嘛？得合成一个电池。哎，有动力电池嘞。我学会新东西哦！哎，有电池就可以做扫描仪。哎呦，扫描仪感觉很像很基本的工具哎。噔，扫描仪，我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生存小刀啊？要细胶，要细胶就要一个细胶要海草种子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找海草种子。哎，等等，这样。他说什么？辐射核能啊？辐射外泄？这里也有辐射哎、欸！辐射外泄，我继续去扫描好了。啾，这个扫描搜寻中，这个可以扫描吗？大眼仔，你要扫描吗？哎，这样，不然去扫描这个，叮！哎哎呦，不好扫描哎、欸，会动的物体不好扫描，那先。扫描不会动的，扫描中，登录，触手草，按下 Tab 查询，触手草，高级理论，哇哇，它每一个都会记录哎，辐射水平上升，每一个都记录，蓝图，我是不是要多三个蓝图了？标签，还有什么水族箱？我已有模组，哎呦哎呦。以后不会，可以慢慢盖到变成底下情况吧。我先把这一个可回收金属拿走。布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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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每次布鲁布鲁的时候我就紧张。好了，还是先上去。
还好没有离海面很远，呼呼两口气之后再下来抓这个泡泡鱼，泡泡鱼可以变成水，多抓几个，有水喝。这个只有泡泡鱼可以做水，其他的都是做成鱼肉吃。这个箱子刚刚好像就有看到，水下天推进去藏海，不会这个也要扫描吧？因为捡不起来，准备扫描。等一有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哦，他有两个哎、欸，哇，我只扫了一个，他居然有两个。这个碱性蘑菇也扫一扫，没事都爱扫扫这些东西，看到就扫一下。这个大型，那个、大珊瑚管，巨珊瑚管，哇，也扫这个也扫，每一个都扫，脑珊瑚扫。哎呦哎呦，我应该要来捡海草，对不对？哇，越扫越多东西了，富含钙，丰富的钙，可以做漂白剂。可开发酸性珊瑚，哎、欸，我又不够了，哎、欸，不知不觉就晚上了、欸。这里，哇，这个星球其实物种还蛮多样性的，哇哦，我应该要再去找一下那些海草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们先靠近这个被迫降的母舰，游过去看看好了。我游到母舰下面了。母舰，我回来了！哇，好大哦！母舰受损很严重哎，这样我有机会回家吗？我有机会离开这座，这不是这座，这颗星球吗？